1941年，皖南事变后，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，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，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。新四军针锋相对，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，攻击郭庄庙，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。 32师团，田军6的嫡系，日本天皇井月，是有名的苏南之花。给我打！狗屁的苏南之花！ 什么新的情况吗？新四军16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。彭明副，哼哼，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，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。可是这次，他们不是单独行动。怎么回事啊？国民党前政五团。 很可能也在附近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。报告，师部电文。团长。团长。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，哦，可以确认，兵野就在其中。好啊，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，终于上钩了，啊！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，布置了好几道防线。
攻势坚固，火力强大，易守难攻。嗯，也很不好打呀。而且据最新情报，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，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，其来势汹汹，速度很快啊。70多公里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。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，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。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。是，但是担子很重，敌人。什么时候发起进攻？早点准备，等候命令。是是。新四军嘛，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，何况呢？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，主力嘛，大部分也在苏北。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、18两个旅，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？我军远离溧阳县城，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，我们兜圈子，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。彭铁头，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？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，借船出海，借助彭铁头，我请16旅旅部的全部抵系。借船出海？是的。田俊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，南要荡平新四军，北要扫平八路，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，然后一举荡平苏北，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，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。马仓，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，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，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。嗨，后面后面有一撞八个，去快慢走，小宝，把那些馒头搬出来。卖馒，您买馒头，刚出锅的，您摸摸还热乎呢。再来几个。怎么，没钱啊？不买就别站在这儿，走远点，走远点。我说你呢，你听见没有？走远点。馒头来嘞。一个馒头，给你干一天活。你说啥？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，他给你干活一天，便宜。便宜？他干活你干啥？对，那我干啥？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，走吧。一天一个馒头。你，就是嘛，一天得一个馒头，半个也不行。哎哎哎哎哎，哎呦，小祖宗哎！我真没有活给你干，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。你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。你，哎哎哎，还干啥去啊？还想干啥？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？哎，我说，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？咋了？你说，哎。你找什么呢？哎，你拿桶干嘛呀？这是我们家桶。哎，干啥去？你这是魔怔了你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井。井？井什么井啊？
井在镇西头。哦，你，哎，你回来，哎，哎。何涛啊，刚才下的位置不好，要不然啊，还能多抓几。没错，明天啊，咱们好好弄一下。好，饿了吧，闺女？哎，爹，咱们买点包子吃吧。好，咱买去。到热馒头，买馒头去。哦，拿四个吧。哎，好嘞。四个馒头，给您包上。来，钱给你，放好。好，齐了，现在。好好走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哦，打猎的猎户，打猎的。枪呢？枪，枪早让你们给收了，哪还有枪啊？没枪，没枪打什么猎？没枪，没枪也得活命不是？这上山下了几个套，捉了几只山鸡。我看你像新日军的汉子。哎，老总。什么是七四军啊？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。哎，哎呦！别动！好，快跑！来，别动！干什么？造反呢？哎，不敢不敢。老总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你高抬贵手，行行好。放过我们父女俩吧！怀疑你是新十军的探子，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。啊，行，行行行，我跟你们走，但是孩子还小，放过孩子好不好？爹，全部带走，走。好，走，走。走，孩子，咱们走。孩子，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。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，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。爹，要走一起走。走。Thank you.
Ah!
你没事吧？干什么呀？我要跑，我要跑，跑什么跑啊？有手榴弹，还有手榴弹炸他们。手榴弹炸他们。没用的，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奶奶的！兵野联队长有令，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，赶快包围他们！是是。你咋还活着？鬼子来了！小马，鬼子来了！
快来！咋办呢？你吵什么吵啊！我不能死啊！我跑了200里地，我要见我娘。小宝，还有路吗？你是男人吗你？你还不快来帮忙？小宝，快，这边走。好，你快走。太君，请看，这儿。狙击手，狙击手，怎么样？快快！哎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去！快快快快快！老伙计，这不是还活着吗？贵州一战。一晃过去16年了。想当年啊，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没想到，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，从我背后打黑枪。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。什么情况？8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，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、南面独立混成第3、第4旅团，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、第8旅团。从东面、北面构成了封锁线，对我部进行合围，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，退往溧阳一带集结，相机再战。就这些吗？就这些。哼哼，反的勤就让你撤了。
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。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，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，多个屁呀！相机作战，我看只有相机，没有作战。爹，不要叫我爹，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。团长，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。去他的第三战区！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。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。秦团长，韩司令长官还说，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，否则联络不到，恐会贻误战机。战机？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？四年了，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，没有流一滴血。你要嚷，去长官部嚷，我只负责传递消息，没什么事儿，回去了。站住！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。我从军校毕业，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。有什么责任我来负。你先回团部。白副官，到。把他带到团部，盯紧了他，不要让他乱跑。是。真像他妈妈。这边缺几个人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其余的跟我走。看你那会儿挺硬的，没看你这么怂。我啥时候硬过了？我要馒头吃。你给我推的。他不在这里，难道死了？不会，去那儿看看。来，这边。你闪开，闪开！你去哪儿？过来！来，拖着，拖着。来，把这锅子也搬过去。好。伤，没事。在这里，你出去盯着。哎，杀我！
人受伤，八人牺牲。强攻不行，得想想办法。你们有机艇、机枪，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，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。去找几个板车来。板车，快点！